高莱成员艾菲素这一天现身在足球邀请赛的新闻发布会，还在足球名宿路易斯加西亚和摩连迪斯面前的波添啊。其实上次我也有看过另外一场球，但这么近距离真的第一次，而且我第一次感受到拿件波衫被球星签名的感觉，原来是都挺兴奋。一两个足球名宿面前踢球会不会很大压力啊？我昨晚开始已经很大压力了，我睡不着，不是因为好興奮啊，即係都興奮啦，但係我覺得喺佢哋面前踢波真係令我超級緊張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啱啱學啦，而且前排都忙緊我哋嘅 EP， 我成個月冇去揾豪哥上堂咯，之後就覺得我唔記得咗，有啲驚咯。不過頭先拎住俾佢簽名咧，我都有啲好似球場旁邊啲小球迷嘅感覺啦。我覺得呢個感覺，我以為自己會好似，即係我平時簽俾人都冇乜好大嘅感受，但係原來拎住俾人簽咧係好興奮，有啲緊張。